亲爱的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小麦英语画室。今天要画什么呢？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好吧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画这幅画需要准备什么工具呢？第一，一张白纸。第二，一盒水彩笔。好的，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学画画，学英语吧。Black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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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ck. Red.
Dream.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